这种换弦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的弓要尽量靠近。如果在这么快的情况下，你还，那就会很不平稳啊。先让他看一下，这三个要把它分清楚。来，让他看。好，你试试看啊，你的手指头哈，能够动作大一点。对对对，像这样，来，你看。当然好，当然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上上上的这个动作，我们当然也可以用手臂了。但是这样很费力，震动很大，所以最轻巧的方式就是用手指、手部。试试看，好，等等，我现在觉得你的手可能太低了，来，我这样推回去，就是这个高度哈，你在拉这种上上上的弓的时候，你如果太低，你看又加上我们要换弦，那于是你的换弦的时候，手臂的角度没有办法跟着这个速度换过来调整它的重心。他没有跟上，因为在这个手臂过低的情况下，其实他不太适合跳弓，这样比较适合。但是你在E弦就太低的话，那你当你换到 A 弦的时候，他来不及过来。所以你的手臂过高比过低要好，过低没救，过高没问题。对，好像你只是在缺乏的是，先慢一点，哒哒哒，一个一个清楚做。